老爷，抱歉，我晚了。没事，我刚好放松下。你说你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我讲，不是要讲 Chris 想让我参加行动那件事吧？因为我可跟他说过了，想都不要想。我知道他让你们这些猎狼队员们遭了多少罪。不了，多谢。不是那件事，是关于你的事。我很担心你，担心你在学校过得怎样。不会吧，你想跟我讲的就是这件事吗？那群坏女孩还在找你麻烦。你说的是他们还把我当怪物的事。哎，微微，看着我，你可不是怪物。我是，这你也知道，所以我在学校和所有人都保持距离。他们要是知道真正的我，所以你没有能交心的朋友。交心？交什么心？交心说我算不上人类，交心说我是个可怕的怪物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般不杀我朋友的。如果有办法能够除去你的力量呢？那我想要立刻除掉。好吧，那么我有个东西得给你看看。Miranda 和变异霉菌，你应该知道他对研究这东西有多么狂热，而且他还在很多人身上搞实验。比如我。没错，你不知道的是，我们最近找到了一些 Miranda 的研究笔记，看样子他发现了一种进化结晶，能除掉宿主身上的变异霉菌。进化结晶？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个结晶，说不定就能削弱甚至完全除去你的力量。不是胡扯吧？不不，只是他的笔记不是很完整。不过我想我应该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剩下的研究。那我们行动吧，去找到他。去哪儿找？在那里。什么？那是君主的一小部分，那些死在他附近的人们，他们的记忆会被他吸收并储存起来，也包括 Miranda 和他知道的一切。如果你进入里面的意识，说不定就能解开进化结晶的秘密。等等，什么是进入里面的意识？好吧，这个你跟他渊源很深，应该能够在里面找到线索。听着像疯话。你像在胡说。我懂 Rose， 不过这不危险。就当他是像你在别人的记忆里走一圈。这法子真的能行吗？我认为值得试试，还能有什么坏处吗？那我应该要怎么做？你这个我不知道，不然你伸出手看会发生什么。好吧，那行，不管了。我的天哪 ，Rose 真是个怪人。是啊。他好像能看见一些不存在的东西。夏日，你离我们远点，你这怪物！怎么会有人想当他的朋友？他绝对不是正常。有东西刚刚在他手上动了，他是不是有问题？闭嘴！他好像远点，怪物！夏日，你知道那小鬼有多强吗？给我滚开！怪物！怪物！我心死了！别再说了。有点不太对劲。
有人在吗？这里危险。什么危险？为什么？坚持住，我去找找有没有钥匙。我的名字，是 Rose，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必须往前走。可这里很危险。等等，等一下。
好呀，抱歉我晚了。没事，我刚好跑足球。你说你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我讲，不是要讲 Chris 想让我参加行动那件事吧？因为我可跟他说过了，想都不要想。我知道他让你们这些猎狼队员们遭了多少罪，不了多谢。不是那件事，是关于你的事。我很担心你，担心你在学校过得怎样。不会吧，你想跟我讲的就是这件事吗？那群坏女孩还在找你麻烦。你说的是他们还把我当怪物的事。哎，微微，看着我，你可不是怪物。我是，只你知道，所以我在学校和所有人都保持距离。他们要是知道真正的我，所以你没有能交心的朋友。交心？交什么心？交心说我算不上人类，交心说我是个可怕的怪物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般不杀我朋友的。如果有办法能够除去你的力量呢？那我想要立刻除掉。好吧，那么我有个东西得给你看看。Miranda 和变异霉菌，你应该知道他对研究这东西有多么狂热，而且他还在很多人身上搞实验。比如我。没错，你不知道的是，我们最近找到了一些 Miranda 的研究笔记，看样子他发现了一种进化结晶，能除掉宿主身上的变异霉菌。进化结晶？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个结晶，说不定就能削弱甚至完全除去你的力量。不是胡扯吗？不不，只是他的笔记不是很完整。不过我想我应该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剩下的研究。那我们行动吧，去找到他。去哪儿找？在那里。什么？那是君主的一小部分，那些死在他附近的人们，他们的记忆会被他吸收并储存起来，也包括 Miranda 和他知道的一切。如果你进入里面的意识，说不定就能解开进化结晶的秘密。等等，什么是进入里面的意识？好吧，这个你跟他渊源很深，应该能够在里面找到线索。听着像疯话，你像在胡说。我懂 Rose， 不过这不危险。就当他是像你在别人的记忆里走一圈。这法子真的能行吗？我认为值得试试，还能有什么坏处吗？那我应该要怎么做？你这个我不知道，不然你伸出手看会发生什么。好吧，那行，不管了。我的天哪， Rose 真是个怪人。是啊，好像能看见些不存在的东西。夏日，你离我们远点，你这怪物！怎么会有人想当他的朋友？他绝对不是正常。有东西刚刚在他手上动了，他是不是有问题？这怪物，这怪物，怪物！你知道那小鬼有多强吗？给我滚开！怪物，怪物！
什么鬼？放我出去！有人在吗？这里危险。什么危险？为什么？坚持住，我去找找有没有钥匙。Rose，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必须往前走。可这里很危险。等等，等一下。去哪儿？